今天把彩票店直接包圆，看能不能过一个好年。老板，这里我全要了，算一下多少钱。我帮你算一下啊，这里是500块钱一本的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里是1000块钱一本的，这是20张，50块钱一张的啊，这是2000。老板，你这里中过最大的奖是多少？30万，我这里中过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们把它挂在外面的，谢谢。3笔，数字非常好，10880，看来能过考的。我们就先刮这个散装的，就直接刮数字，刮到多少是多少。40，好的，开始哦。31张，第一张就中了40。又没有。啊，1张30，那就是360，360挣150，血亏210。我们开一下这个面值50的，爽一下，好吧？中了100万。啊，这个能中100万？35。20。300。老板，这一本20面值是多少？500。哇，300出来了。对，那这一本还可以。老板，你这店开了多少年？20年，真的20年才中奖在这里。看你今天可以上榜不？这个是500块以上的榜单。今天努力当榜。刮刮乐是肯定不能用机器来刮的，因为体验的就是这一种慢慢搓、慢慢搓、慢慢搓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4、5，这张。10块钱的面值中了50，一字头，哎，一字头，十手零尾零尾，哎，20、20、20、20，出点，十，11、11、11，250，血赚80，哈喽，21、9，中了，最后一包了。按概率学来说，大货应该就在这里出了，能不能回本就看他了啊！来了，30万大奖。突破了啊！炸！这是差得太远了。这里是我们中的，这里是没中的。我们去找老板对一下奖，看看能不能过一个好年。老板，来对一下。数字很吉利，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你拿这些飞的票干啥？回家过好年，不行吗？不可以吗？谁规定不能把这个带回家过年呢？